又来了来啊，那么一路呢都有留下那个落榜。那么当地呢根据那个落榜的刻在悬崖峭壁上，哇，那个悬崖峭壁很陡峭，它刻了三个字呢都挺不容易的。据说当时呢就花了30000多块人民币，哎，修刻了三个字哈，那一个字就值10000多块了，哎呀。讲的费用哈，还没有说到那个墨宝的价值吧。中秋节假日啊，或礼拜六白天的时候，就是当地的就附近的一些小朋友，他们就来这儿呢赚点外快。他们呢就跑到这个地方，他也不管你听不听，反正他就给你介绍啊，一个就给你介绍，反正他就在这当小导游了。那么这种呢，就是说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，你愿意跟他搭腔呢？所以呢，这个景区呢，可能管理上呢也管理的不大完善吧，啊，所以通常来的时候，比如说很多小朋友的啊，都围在这一块，不知道这段时间有没有，可能那个管理处的话，如果管得严一点呢，他们就来的少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的线路呢，不走回头。现在只有靠你了，就。好美啊，这里是很不错的，跟石林完全不一样。应该拿照相机拍照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照相机在你这里啊。对啊，我去拿照的。这个展哎。那你在前面拍照。可以啊。下面看上面。走路别看景呢，出门在外安全第一，吃饭第二，玩耍第三呢，爱情第四呢。哎呦，他们还从后面出来。哦，你这边有一套。走，慢慢走啦，笑一笑，十年少啊。可能就零。来，没有，要吗？这样吗？哎，这个样子，反正要推销。这叫什么？推销哎。现天。哎呦，天水一线。哦。天水一线。开心快点啊！开心啊！等一下，你们不知道布依族的女孩在里面弹琴唱歌。是。是。三分形象，七分想象呢。那个吧。照相的耽误事儿。好，你们摆金过来呀。照相照照不过去。你来拍耶。来，给你俩，小青。很漂亮哎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一人一个。哎，那个，哎，我还找您呢，我说怎么找找不见了。你们摆金过来呀。
那边呢，看到天星桥了。走啊！这边呢，天星桥了，走走，三号大街了，那里雾很大了，看不了了。这谁呀？这是？走不了啊！你坐一坐，你在干啥？走了，走了，你们走。大肚难容，陈金桥过得了，我们过得了。哎，对啊，好，你走第一个，我们看看你的多么标准。从这里走过来，长命百岁耶！哎，我还可以这样子走啊，这样可以走啊。还是过来了。好过，好过。好过，好过。没事，没事。宽，这里也有。啊，你们两个最厉害了，一下子就找到根了。要是掉了什么东西，你们两个肯定找到最快。那个是他的孙子。孙子你都找到了。老先生特别会学。男左女右。啊，老婆原来双手摸就走桃花运的。那你要两手摸吗？两手摸的要走桃花运啊。男左女右不要摸反了，摸反了也。回去吵架，车上就吵了，这么快、啊？因为摸错了。男左女右，男左女右。哎呦，哎呦，是你的左边。触电了，会触电了。男左女右。随便，来，王先生给找。你现在感觉了？哎，拜托，照相，对不起啊。看了。先生，你还没有过来呢。哎，你过来，过来，好好好。不知道，你有5块钱。没有被抓，就是给你爸爸。哎呦。好了好了，迷路。哦。天辛苦。走吧，你们走前面去吧。这个小姐卖的话，我买。20块。这个小姐卖。二三，这个小姐买卖一张吧，卖一个吧。20块啊。20块便宜。什么？给20。你去前面那，哎，照一下。我买那个干嘛？这个小姐买一份卖吧。小姐在卖啊，搞关了。20块。25，我是往上加的。太远了吧？远看得到啊。太远对。远是远。照不到啊，照不到啊，照得到吧，在这边吗？
那个豹啊，那个豹子啊，哎，你们看它豹，圆了，没有，那有豹，大黑，哎，真的是豹啊，像豹，嗯，可以吗？大仙啊。没收钱，还找着了。那我就是宝啊，我其他人都到，我去就是，我可能是没有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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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不要一直拖队员。好了，你说了。找了，已经找了。啊，你没有说一号看，我也没有看。好，来，看这边。哦，已经有鱼了，有鱼池。哦，开始下面那个地方，地方。好了，我们到隔壁来。我们来这边。没鱼了。哎，到底去了？回来喂了。飞机啊！飞机啊！飞机啊！在哪里啊？哦，这边。到这边。好，这个你看。黄果树大瀑布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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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是徐一鹏，你看徐一鹏嘛。
听到咱那啥，听到咱那啥。哎，拿着，拍得出，拍得出。两个可以，这手炮。来，我们上来一下。哎，你不是要跟我吗？哎。这样子啊，马上看到小哥，萌萌哎，萌萌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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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说菜那个不好看，就整个都能拿走，再盖盖盘吗？那你得吃点红肉。那你们俩在屋里玩？那还弄好了吗？那是，我们吃的盆里，那里吃的没有腰花？没有腰花嘛？咦，你要个单子，简直是咦。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在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多天了，他说不敢要吃的，他说要干的。哎呦喂，老婆，我骗你的呢，哦，你奇怪啊，你。不，我怕你解释错，不是，我不敢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敢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要等多久？我回去找两趟都看到你。哦，下去那里了，不晓得以为是往那边走。完了完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是我看到。大哥，
老师。喂，丽丽，丽丽，把手放过来，我的衣服。唔免翕人啊，唔翕人。啊，你拍戏唔翕人。哦，这鱼好大哦！哦，看看。他为什么要跳这个？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我是银行存款不足。
做一个洞，一个金，一个金。实际上你们是梗酸，但是帮我的哥来不了喜好。对对对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你在前面一来会跟酸，那我也跟。今天好，好，我这边夜市，啊，焦点来秀，焦点来秀，小心头。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进入的是第二梯，呼叫并广播，请带我往我的左面看，上方有双龙。碰不到我。这个克林姆林宫口外面这么漂亮，
对呀、啊。水深20米啊！哎呀，这个真的是难。包大人，大人，包大人，有。我开始做。在房上就一唱啊，他们说，哎，你们台湾人就是这样唱啊。
两房都可以回去。没有，伊才到遮尔咧。哎，水平尔咧，你看。对啊。伊才过来的，可能是一直都来一直都来。是大便了才叫出宫呢，还会录进去呢，声音这样很难听的，这么美的地方不让你讲那两个字，叫你说不要吃大便你还能录，你又讲，你又叫我讲，你又讲一次，在吃饭的时候啊，叫你不要一直说大便，你们还一直说大便，小孩子真是没规矩，还一直说，等于不要说的一起去了，来这边给个特写，这边给个特写，这边给个特写，带回去做纪念啊！哎，哎呀！
剪厂，剪厂以前就是这样上山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啊是啊。剪。哎，拿雨伞嘛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可能也算了。哦，所以他就剪场地。哎、欸哦，对啊，以前都是在摄影场地里面，在那个、啊。那、啊、我们要从这边上去啊。真的，你要不要上厕所？在这边啊，赶快去啊！对啊，我说你啊，你上够了，这边要交费了。交费五毛钱。